大家今天过得好吗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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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手机有没有讯息？没有。关闭。事故，这个海底悲剧的重新模拟一下。车祸模拟器，英国2019年，在海边。哦，前面有事故，靠边停，靠边停，拉上手刹车。哦，先打超车灯，拿电话，报警，报案了。保护现场。先保护现场。打开后车厢，拿下急救包跟三脚架。冲啊！放下三脚架，这个停盖瑞，大家过得好吗？记者很好，哎，先把看这台车熄火，还有这台摩托车熄火。查看确切位置。海边，检查受害者，先检查车子就好了。Hello， 现在解开，打开他的呼吸道，听一下有没有呼吸。这个最惨，先看一下这个夹在里面，拉出来，检查一下。Hello, sir, can you hear me? 打开头盔，检查呼吸，还有心跳。脚踏车的，手流血的，正常，也是有呼吸，受伤的，手指头受伤，不见了，那个女生。还有呼吸，那个咬他的伤口，肩膀受伤，优先处理手，先找到手在哪里，帮助受害者。起来，遗失的手在这里。水，还有干净的水，还有袋子，
车上有购物袋、矿泉水。保护断指，戴上手套，拿起手指，瓶子冲洗，拿起纱布包起来，用袋子放在袋子里。需要保持低温，拿去车上吹冷气。等等等等，发动汽车，打开空调，23度、15度、15度给你放在这里。完成了，救护车来了。查线索，线索划痕，德吉沙，血迹，破碎的镜子，划痕。自行车，来排序一下事故的发生。什么？超车时未注意，然后是这个撞到后视镜，然后是什么？然后是撞到脚踏车。然后脚踏车是急刹，急刹就自行车摔车，然后重机摔车，还原 ，yes， 成功，活着。啊，这不是一样的吗？对呀、啊，刚刚的啊。啊，为什么要？活着。那好像猴子了，真的像猴子，猩猩嘛，像男生。场景已结束，骑脚踏车也会被撞，开车那么快，骑得更快。蹦。断掉的在叫，完成，完成了，哦，已完成 ，OK， 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，完成，拜。